我终于完成了我人生第一次。其实我仲系有啲惊。当翻翻落嚟江丽娜嘅时候，有几多嘢佢系真系做到咯。Hello， 欢迎你同我踩入烂搬场。今日我哋会上山玩，但喺上山之前，我同壮奥要多谢你哋，因为壮奥做主角嗰条片喺两星期内攞到100,000 views。但系点解我仲系得唔够30,000嘅 followers 咁咧？我希望你哋除咗睇片之外，仲会揿埋 subscribe。我真系好俾心机，好俾心机咁拍片噶。今日系会有啲紧张刺激嘅嘢做，不过你又冇份啦。路途有少少遥远，我哋而家就出发。Took a chance on a good thing, yeah. Now I got you on my right wing. Making love now is casual. Then you text me in the morning, you're available. Am I dreaming? Can't believe I forgot this feeling. Finally found the one in my life that I wanna be with. No more seeking. I'm sure I'll always choose. 已经来到 Rotorua 的 skyline 了。我今日就会坐呢啲缆车上山，然之后咧就落翻嚟，系落翻嚟噶，不过系飞落山。其实蛙也都钓唔少噶啦，不过由山顶飞落山脚咧，我真系未试过。仲会玩 luge， 即系坐住个胶兜由山顶冲落山脚，随时会炒山嗰啲啊。不过最令我紧张嘅咧，应该系呢个空中千秋啊，因为要自己掹绳由个山揈出去个湖嗰度啊。咦？呢个上面写住 entry， 下面写住 exit， 点即系出定入呢？但我见有啲人入去，照入啦。而家攞飞，因为我咧用嗰啲旅游网咧去摆飞嘅，咁而家咧就要去门市嗰度去攞翻张飞啊！攞到啦，而家上缆车。我呢张飞咧就包坐缆车上落啦，摄灵啦，仲有个空中千秋，同埋坐5次胶兜飞落山，咁就平过拆开买啦。见唔见到越野单车都上车呢？因为上面有几条嘅越野单车路线噶。有个傻仔望住上面喺度笑，咁样做咩呢？其实佢一个影相位嚟嘅，即系可以买相嗰啲啦。喂，等埋我。有个车程不如就讲下经啦。我之前上网找过究竟 Rotorua 是为什么啦，它是猫尼文来的，意思是第二个湖。在很久以前有一个毛利族族长，他找到第一个湖，然后他找到第二个湖。真是这样的，不信你上网看看。时间刚刚好下车。刚才讲了这么久都不太见到个湖，现在上到来就可以见到啦。其实在纽西兰有很多个湖，而很多湖呢都是很大，大到好像个海一样看不完的。在这里除了玩刺激的东西，还可以行下山。这里84年起85年开幕，最初呢就只得登山缆车和 luge， 后来就越来越多的刺激活动了。那今天我上到来第一样玩的就不如玩些刺激一点的啦。已经戴了头盔了，现在我要准备挑战 zip line。 这一次我第一次可以由一个这么漂亮的地方这样飞下去，超期待。工作人员就告诉我要走去个起点是要走一段仔山路的。我觉得这里这样望出来呢，其实有点像大屿山。睇下呢身裝束，呢兩個兜係我揸住呢嚿嘢咧，跟住就坐喺度嘅，呢個兜會兜住我嘅，呢個安全嘅。唔知咧 ，zip line 呢樣嘢對於你哋嚟講係一樣好濕碎嘅嘢啦，定係你哋都未玩過啦，定點啦？嚟到呢度咧，真係覺得自己40歲人，有好多嘢都未試過。啲報道話40歲唐人咩咩咩，即係唔會係唐人咁樣開始，一定要係40歲唐人乜乜噶嘛。咁而家就係40歲唐人飛落山。现在呢，其实我是一步一惊心，究竟我要行几耐才去到那里呢？咦，没人啊，意思是我
而家要即刻飞出去啦，系咪啊？有人话唔见棺材唔流眼泪，我系唔见尸泥都唔知道恐惧啊！ Jump on the box, put your hands on the bar. Okay. 系咪以为自己轻咗机咧？轻咗机嗰个其实系我。我谂住将部机交俾个朋友，叫佢影低我飞出去个影子。点知我紧张得滞，我揿咗个影相模，所以你哋只可以见到个位置。紧张啊，但系我 OK 噶，一阵间转头机啦。See, no touching these, no backflips or spins, okay? Okay. Okay. Oh my god, 好大波！想象中咧，又真系唔系好惊喎。我可以玩多十次廿次都 OK 喎。因为咧，我觉得我最惊系咩咧？系惊离心啊嘛。咁佢咧系完全冇离心嘅感觉。其实我系唔需要咁样揸住部机。咁样，哇！我继续行。我系咪好疯癫咧？而家个样应该点疯癫都冇问题。最紧要就系、是。我终于完成了我人生第一次玩 zip line 啊！好开心啊，好靓啊！我想问个景，真系，咦？但我迷咗路，而家去边 ？Thanks for flying Zoom Air。Otara 咧系一个非常之正嘅旅游点。我相信如果你哋打纽西兰，跟住旅游景点咁样，一定有 Otara 弹出嚟咯。首先咧，佢有呢個地熱啦，香港人都好中意去浸温泉噶嘛嚇，咁啊嗰度有温泉浸啦，跟住就有無限啊嘅呢啲咁嘅 X game 啊，呢啲户外活動玩啊，所以咧嚟呢度係一定唔會悶咯。咦，我去邊？喺呢度見到有好多玩完 Lush 嘅人啊，佢哋就自己推翻架車埋去啦。咁呢一個吊車就會帶埋架車，連埋個人一齊上翻山啦。可以咁样脚揈揈上翻山，几舒服啊！我想话咧，后面两个小鲜肉系不停喺度同下面啲人讲嘢，系咁叫下面啲人快啲。而家下面呢啲路咧就系 Lush 嗰啲路线啊。其实我之前咧喺新加坡有玩过，但系呢度好似再多啲 tracks 啊，咁样爆落山都几刺激噶。翻到上山啦！一阵间仲要玩啲刺激嘢，都系冇食太饱住。睇住呢个景食嘢。真系好正！而家去玩 Sky Swing 啦 ，GoPro 就已经上一手啦，人咧就未上去。其实我仲系有啲惊，我已经睇咗第二转啲人上去又落翻嚟，其实都系好似首歌咁嘅啫。将感情慢慢荡出去，基本上是垂直喎，佢哋，哇，上去会坐一下。我闭咗气。OK， 嗱，我见佢哋咧，其实都好冷静嘅，系嗌咗一下啫，即系一揈落嚟嗰下。我应该要好好享受
一个咁美丽嘅大自然。到啦嘛，都够高啦，我已经企咗喺度咁噶啦。我去啦，我希望可以擘大眼，唔好谂，将唐玲慢慢荡开去。感动到啊！我唔识讲啊，而家嗰个心情，好似终于做咗一样自己想做好耐嘅嘢，即系有少少想回带再嚟一次。OK， 我定一定先。我開始明白那些人為什麼那麼喜歡玩 X Game， 我覺得是因為想知道自己做不做到，即是我自己就由小做戲做到大啦，那唐玲這個名字，這個身份也是跟了我很久啦。其實有時候我都會想唐玲和江麗娜是有什麼分別的呢，是有沒有分別的呢？唐玲經常都是好像很開心啊，經常介紹這樣介紹那樣啊，有時啊，都好似知好多嘢啊咁樣。但係咁江麗娜咧，即係江麗娜係點嘅咧？即係我覺得好似連我自己都唔係好認識江麗娜係點咯。我認識嘅江麗娜係好怕事嘅咯，其實好多嘢都唔敢去做啊，或者會驚自己做得唔好啊，或者驚自己做唔到啊咁樣。即係好似頭先咧，Sky Swing 嗰度，我玩完啦，跟住咧有一班小朋友就上咗去，咁啊媽媽咧就喺下邊，即係有抱住啲 B B 啊，咁即係好多人一家大細咁樣，喺度鼓勵，就到啦，就到啦，咁啊你放啦，放啦，可以放噶啦，放啦，咁樣一路鼓勵佢，跟住個小朋友開始喊喺上面，即係我見唔到樣啦，但係聽到開始喊，佢話而家佢做唔到啊，可唔可以俾佢落翻嚟啊咁樣。即係當時我都有鼓勵佢，我話得㗎，我啱啱先玩完 OK 㗎咁樣。但係跟住我其實我自己騰，我都話：哎呀，不如唔好 push 佢啦。佢可能真係唔得喎，唔得就唔好逼啦咁樣。但係佢媽媽係冇放棄過，一路喺度嗌：你得㗎，你做到㗎，你可以做到㗎，你掹啦，就咁掹得㗎啦。最後個小朋友係做到，佢就係咁樣一掹就落咗嚟。跟住佢落到嚟，佢好開心，佢覺得自己係。做到咯，就是在咁驚底下，佢最後做到，即係我覺得佢會記一世嘅咯。而呢樣嘢可能係會影響到佢以後做嘅嘢。啊，當佢驚嘅時候，佢會諗翻起，我幾多歲嘅時候做過呢一樣嘢。我好驚嘅，本身都我最後做到喎，即係呢一樣嘢係好重要咯。即係呢度係咁多呢啲活動，而好多活動都係好細個已經可以玩。頭先嗰個 Sky Swing 係五歲已經可以，即係只要你夠1.1米啊，就已經可以玩噶啦。即係佢係好鼓勵你，你放膽去做啦咁樣。江麗娜，我覺得就係缺少呢一個勇氣，有時甚至可能佢會用阿唐玲去包住自己。當翻翻落嚟江麗娜嘅時候，有幾多嘢佢係真係做到咯。我覺得嚟到紐西蘭係已經係一個好大嘅一步，係一個即係江麗娜去做嘅一個決定，係一個咁大嘅決定去轉變、去改變。我覺得除咗我希望我可以
為我啊，為我身邊嘅人去安排一個更好嘅將來之外，我係好想去揾下江麗娜係點啊？江麗娜喺邊？江麗娜可以做啲乜嘢？佢其實想做啲乜嘢？我會喺度揾到答案咯，我相信。我真的很鼓励大家，如果有很多事可能你很 struggle 紧啊，不知自己应该做啊，不如就行开一下，去做一些你从来都没有做过的事，亦都不知道自己敢不敢做，去了先，或者会改变了你一些想法，原来我是可以的。今集都仲未玩到，下一集我哋向速度挑战。八架弯，八架弯，哇！真系惨。仲会去埋佢哋游客必到地方，就系温泉。下次嚟睇啦。Come on over, let's pick up where we left off. You and I had lots of love just to top it off. We can wind it down for days, never let it stop. I just want your everything, baby.